刘昊然和张子枫是大家印象很好的两位明星，刘昊然这些年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，选剧本的能力也挺不错的，出演的剧都挺好看的，之前也获得了百花奖影帝提名。张子枫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童心冷，这些年来出演了不少角色，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肯定。最近有消息称，刘昊然和张子枫将会共同出演网剧《舍我其谁》，两人还会在剧中扮演一对情侣。其实看《唐人街探案》的时候，就觉得秦风和斯诺挺配的，两人的智商都特别高，而且都带着一股邪性。不过斯诺的年纪太小了，感情戏份很不恰当。现在有这个机会，当然很希望看到刘昊然和张子枫合作了。张子枫一直在往演技派的方向发展，他本人也不太在乎自己的热度有多高，一直以来他都在尝试不同的角色，不断磨砺自己的演技。张子枫还没有出演过太过活泼的角色，还是有可能接这个剧的，不过也不一定。不管怎样，还是等官宣吧。非常希望刘昊然和张子枫未来能多多合作。